仁贵，大事不好了！你看，哎，别着急，你看，嗯，你已经知道了，这，昨天晚上收到的。哦，哎，仁贵啊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有蹊跷啊。 接着说，昨天晚上我就收到这个密函了。早上之后，我向那些大臣都了解了，没想到他们都已经收到这个。我找你啊，你回府了。我担心这事儿啊，很快就会传到皇上那里，所以我过来，咱们商量对策呀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事态非常严重。嗯，我们必须要尽快商讨对策。嗯，太好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老陈在这里啊。 骨子里都怨那发苏了，现在终于有一点身手的时候了。哼，三板斧，哟呵，共共共！要紧凶啊，这可不是好事啊！啊，太子急召本王，到底有何事？叔公啊，最近我封闻很多朝中大臣都在私下议论。 我有点担心呐、啊，有这等事？太子所指，就是当年王兄暴毙一事。这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这不是怕东窗事发吗？太子放心。为什么？刚才太子说，谣传是来自宫中的大臣谣言之将。再说，事发之后，我把所有的有关人员遣散出宫。 而且杀人灭口，毁尸灭迹，正所谓无凭无据。又加上事隔多年，就算他们想说，又能做什么？这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叔公说的是有道理，可父皇从前最宠爱王兄，我担心这件事情一旦传到他的耳朵里，就会就此追查下去。如果这要是一步一步查下去，我们有当年丝毫的遗漏，可能就会成为今天的祸源。 说不定还能查出是我将之毒杀。这件事情即便没有真凭实据，可只要传到父皇耳朵里，触动了父皇，我这太子之位就岌岌可危了。太子，我担心的也不无道理。既然是这样，我马上回去做出应变。 让那些谣言马上终止，即便是传到皇上的耳朵里面，我看看是谁还敢沾这烫手的山芋。快去啊！这件事情越快处理妥当越好。嗯，昨天晚上，在宫中有很多大臣跟亲王，包括本帅跟国公，我们先后都收到密函，而密函的内容事关重大，所以。 我特意叫你们过来，一起从详记忆。元帅，那密函的内容是？内容是我大唐皇宫里一桩极大的悬案。悬案？宫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咱们为什么不知道？没错，因为这桩悬案关系到我大唐皇族、皇上的声誉。其实，这都是泄露出来的。 以免老百姓和朝中大臣对皇上皇族的质疑。既然是严密封锁了这么多年，怎么突然有人把它给泄露出来了？你问的好。这个我老陈也说不明白，还是请仁贵说吧。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就算再追究，都是无补于事。嗯，当下。 最重要的就是要查证一下，密函里所说的话是否属实。嗯，如果是真的话，我们就要负上做臣子的责任。清君侧。嗯，仁贵说得好，你们听明白了吧？元帅，那么这件悬案的背后到底是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我也不清楚，这个悬案的真相呢，我们两个都没搞懂。 因为在事发的时候呢，我们正在关外呢打仗呢，所以呢，你都不用再问我们了。哎呀，老朱国，你说了那么久，绕了一个大圈，卖那么多关子，这里面内容到底是什么？
我卖关子也卖了，绕了怎么着？我卖了绕了怎么着啊？你管着吗你？我说，哎，要金兄，让我来说吧，啊。密函的内容，就是说当年皇太子突然间暴毙，并非死于自然，而是有人加害。更道明这个疑凶，就是当今太子。元帅，杨帆，你找我有事？元帅是不是觉得皇太子有杀兄之嫌？你们几个先下去。是。杨帆，记住我的话，千万千万不可以跟别人说，要不然随时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，你明白吗？啊，多谢元帅教诲，若非事出有因，也不会谣言满天。当年事发之后，我已经有所怀疑，我暗中也派人去调查过，但可惜呀，毫无证据。属下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可以让皇太子亲口说出真相又如何？公公，怎么样了？回禀两位大人，太子已经吃下夜宵了。好，太好了，麻烦你马上通知皇上。是。哎，仁贵啊，这还要等多久啊？哎，很快啊，药力就可以发作了。你这个青面尊者给杨帆的药，真能产生幻觉呀？哼，等着瞧吧。嗯。我说，啊！你是要找我报仇吗？别吓我！别吓我！别吓我！王兄，不要吓我！你为什么要当了太子之后，处处迫害我啊？不要过来！别过来啊！亲口说出弑兄夺位之事呢？父皇，我没有杀害我王兄，我没有杀害我王兄，我没有做出弑兄背父的事情啊！不要狡辩了，还有什么比你刚才说的更清楚的？把他拿下！是。不要！父皇，父皇，我冤枉啊！父皇，我冤枉啊！儿臣冤枉，儿臣绝不会做出这种弑兄背父的事情，儿臣冤枉啊！把他打入天牢，等候处置。是，不要，走，父皇，儿臣冤枉了，走，儿臣冤枉了，押下去，这，儿臣冤枉了。皇上，哎呀，不要太难过了，小心保住龙体。此次得尊者出手相助，才能揭破一直隐藏在宫中多年的悬案。
老夫却是万分感激呀。元帅太客气了，本尊也是因为小徒才答应相助，希望元帅日后对小徒多加提点。哎，尊者，你太严重了。对了，老夫还有一事相告，皇上很希望尊者能够进宫相见，当面嘉许啊。举手之劳，不该受此荣宠。有劳将军禀告皇上，嘉奖之事，本尊心领了。尊者，你能够视富贵如浮云，确实难得，这是世外高人，在下佩服佩服。元帅谬誉了。再说，杨帆这个孩子勤奋务实，将来一定是个人才，可以为大唐建一番大功业啊！但愿如此，不过还得元帅多加提拔，方能有成。那就要看他的本事了。爹，那个青面尊者突然到访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因为杨帆跟他们师父俩一起为大唐立了功，皇上知他们俩忠心耿耿，所以特意让我加以勉励。我看是爹你老喜欢杨帆，又见他们两个立了大功，所以在皇上面前夸他们两个忠心耿耿吧。哼哼，这有何区别呢？我知道爹你很看重杨帆，所以现在是爱屋及乌了。丁山啊，听你这么说，似乎对杨帆师徒有所保留啊。我并没有针对杨帆，只是他的师父那个青面尊者，我觉得他这个人表里不一，他太阴沉了。我跟他接触了很多次，总觉得这个人总是徘徊在正邪之间。丁山啊，你这么说太主观了，正所谓人不可以貌相。是没错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认为爹你暂时不应该给他委以重任，正所谓人心难测嘛。嗯，你讲的很有道理，你放心了，爹自有主张。丁山啊，我觉得你变了。是吗？你长大了。哎，我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。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金莲，还要烧多久啊？我快累死了。哎呀，别着急嘛，马上好了。来来来，快快快！哇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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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等它凉了，把它全部喝掉。金莲啊，我都喝了这么多天了，能不能不喝了？你说呢？等它凉了，我全部喝完。这才乖嘛啊！一虎啊，不对，不应该叫你一虎了，应该叫你王子才对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你也不能做我保镖了。金莲，我算什么王子？也就是个没落王孙。要复国，谈何容易？现在还是做你的保镖吧。做我保镖有什么好的？可以和你在一起啊。你不会觉得我没出息吧？原来你们在这里啊！爹，你找我啊？爹不是找你，一虎，你跟我来。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聊一聊。元帅，你有什么话跟我说？一虎啊，
金莲已经把你所有的事情告诉了我，老夫啊，真是看走眼了，原来你是一名王子。元帅过奖了，实情是国破家亡，更要躲避乱臣贼子的追杀，我算什么王子？玉虎，只要你努力，不要放弃，将来定可以拨乱反正，重回你的故土，重登帝位啊！感谢元帅的厚爱，只是，纵使我有拨乱反正之心，但只是有心无力。我实在有愧于我的祖先，愧对我的子民。哎，不要这么说，事在人为嘛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直说无妨，老夫一定会尽力帮你。元帅好意，一虎心领了。虽然我现在是孤军作战，势单力薄，但是我仍然希望有一天可以凭自己的力量重返故国，不想依靠别人。好，好，有志气。那你暂时就住在这里，也好确保你的安全。谢谢元帅，一虎一定不负所望。不过，我希望元帅可以替我保守秘密，不要泄露我真正的身份。你放心吧，老夫懂得怎么做的。谢谢元帅。哼，你这个妖人，告诉本王，你为何要向皇上揭穿太子弑兄之事？你是何居心？说。因果报应，屡试不爽。更重要的是，若非如此，又怎能断绝王爷的后路，让王爷另投明主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杨帆参见王爷。哼，尊者不会告诉本王，杨帆他就是明主吧？正是。他五个字，朽木不可雕。王爷不是说过吗？杨帆，貌似故人吗？容本尊正式介绍，杨帆，其实是先帝高祖长子建成太子的后人，而先帝高祖是立了建成太子为太子，只可惜玄武门之变，后来才让次子世民登上帝位，成为太宗，而建成的太子就是你身旁的杨帆。那又怎么样？难道他能代表太子往后登上皇帝的宝位吗？事在人为，当然还要王爷你在旁鼎力相助，否则他日难以兴兵起义，拨乱反正，重登大统。王爷，皇太子能给王爷多少，杨帆定会加倍赠送，而且将来您肯定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所以请王爷再三思，该不该和我们联手共襄大事。杨帆，这次幸亏有你和你师父出手相助，才让朕知晓了昔日太子暴毙的真相。唉，真是始料不及啊。为皇上效命，为大唐尽忠，这是杨帆师徒该做的事情，就算赴汤蹈火，也是万死不辞。好，你立了大功，朕会好好的嘉许你。杨帆听赏，朕封你为安西都护府都护，即日上任。谢皇上恩典。还有，他朝上任，你要替朕彻查樊宏的死因，看看樊龙、樊虎两兄弟是否亲手弑父，因为朕不想让亲家的儿媳妇儿永远背着杀人凶手之嫌呢。臣谢皇上恩典。小姐，秦大哥，听说你要跟杨帆一起去玉门关，你不喜欢留在薛府吗？啊，小姐，秦汉没有这个意思，只不过人往高处走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也为你高兴啊，你跟杨帆去打天下，他一定会重用你的，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升为总兵，之后就步步高升了。
多谢小姐美言。不过，说实话，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。放心好了，我会记得你的。小姐，你那么说好像没什么诚意啊。嗯。不如这样，你送在下一份礼物，当做饯行也好，什么也好，也好让秦汉可以睹物思人呢。啊，不行，这样会招来闲言蜚语的。小姐说的也有道理，那么改日秦汉请小姐吃饭，就当小姐替秦汉饯行了，好吗？这个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秦大哥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跟一虎去买东西了，走了。杨凡，为什么不同秦汉他们一起走啊？因为皇上命卑职赴任的时候，顺便调查一下樊洪樊元帅被害的真相，所以卑职想先去一趟天狼寨，找梨花小姐向她问清楚情况，再去寒江关。可这中间不知道会耽搁多长时间，未免大家跟我一起受累，卑职还是决定先出发比较好一点。既然你懂得替下属考虑，体恤他们，这就证明你有大将之风。老夫也不用多言，你自己路上小心啊。来呀、啊，在。你们带老夫送杨帆出去吧。是。请请，多谢元帅。马车已经备好了，一切都按你的吩咐去办了。好，你们先走，不用等我，一路上要小心。师父，你不跟我们一起过去啊？为师还有要事要办，稍后我会跟你们会合。徒儿，还记得为师跟你说过的话吗？要自己好自为之啊。徒儿明白了，走吧，告辞。娘，女儿才刚刚回来不久，如今要离开，是女儿的不是，希望你不会责怪女儿。梨花走了之后，希望娘能够保佑梨山大姐，保佑她的伤能早日痊愈。她是为了帮我，所以才受伤的。娘，希望你能够保佑女儿，亲手杀死仇人，为我爹报仇。什么？磨好刀，陪你报仇，何时动身？玉儿姐，先不急于一时，过几天是我爹的生忌，我想那一天亲手杀了他们，为我爹报仇。也好，伤刚好，多休养，休养立足，再去不迟。我自己去就好了，你还是留在寨中吧。为何？怕我本事不够拖累你啊？不是，你现在是我们天狼寨的副寨主，我走了你也离开，寨里这么多姐妹，谁来照应他们？有上山下乡，不会出什么事。你病刚好，一个人去不成？有什么不成？
樊龙樊虎他们两个人武功平平，我一个人对付他们足矣了。双拳敌不了四手，更何况他们兵多，你本事再高也只一人。放心，我不是打仗，我不会白进去的。那两个畜生阴险狡诈，不防备不可能，说不定天罗地网等着你去。你人好心太软，重情义，我不去你下不了手。他们两个杀了我爹，连畜生都不如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们，来慰藉我爹的亡魂。你放心，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定保佑你平安。梨花是姐妹的，让我去。大哥，最近朝廷好像没再缉拿梨花那个孽种，会不会事情有变呢？哼，怕什么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怕他翻案不成？再说了，就算他侥幸洗脱了嫌疑，这要怀疑也会先怀疑陈经定，怎么也怀疑不到我们呢？哼，安心喝酒吧。大将军，二将军，有人前来拜访。哦，这个时候会是谁呀？哈哈哈哈，樊兄，多日不见了。哦，樊大公子，苏元帅，不，应该是樊大王爷了。啊，恭喜两位啊，不仅得偿所愿了啊，当上了寒江关之主，又深得大唐天子的信任，真可谓前程无限呐。啊，两位客气了，来，请，请，请，来人，看茶。是，来人，看茶。其实苏元帅冤枉我大哥了。归顺大唐是我父亲的意思，父命难违，大哥也是无可奈何呀。如今先父已逝，区区一个寒江关数万人马，怎可与大唐百万人马相抗衡呢？哎，也只能是屈居一隅，忍气吞声啊。哼，只怕这偏安一隅也不久矣啊。两位贤侄难道没有听说安西都护府要换人了？接任的就是薛丁山。显然他们就是为了监视边陲将领。哼，此事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区区一个薛丁山能奈我何呀？樊兄乃人中龙凤，难道就这样被搁置了，居人下吗？老同兄，您的意思是？哼，虽然眼下形势对两位不利，但是二位放心，我已经联系了边陲各位大小官主，他们也都不愿甘拜于大唐。只要时机成熟，只要本帅振臂一呼，哼，必能跟大唐决一雌雄。哼，只是不知道到时候两位会站在哪一边呢？苏元帅有这个实力和信心吗？哼，贤侄未免也太小觑苏某了。哎，苏元帅与大唐对立已久，以您的魄力与坚持，真的很令人佩服啊。届时如果需要我们兄弟出兵的话，我们兄弟定会好好考虑考虑的。哼，有件事情不知道两位知不知道啊？愿闻其详。令妹樊梨花已经到了天狼寨，有可能随时兴师问罪。哼，那个野女如果敢回来的话，我定要为父报仇，杀了她。也不知道两位仁兄有没有这个本事啊。你苏伯通。哎，贤侄，稍安勿躁。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薛仁贵若没有他之助，我父子二人怎能大败于唐？哼，以他的武功和法力，两位能够对付得住吗？相反，有我父子相助，不但可以抵御，而且还可以将其擒拿。元帅哪儿来的这样的自信呢？
因为本帅已经洞悉了樊梨花的弱点，只要算计清楚，必定能够将其擒拿。好，此事如果办成，我兄弟愿意跟随苏元帅。一言为定。所以买这个，想让你开心一点。我从小就没有玩过这个，只是看到大户人家的小孩玩过。你不喜欢也没关系，你需要什么跟我讲，我去买给你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只想一个人在街上走走。好吧，那今天咱们不赶路了，好好休息一天。这里没办法准备山珍海味，可是陈小姐生日，总是要庆祝一下的嘛。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？我曾经帮元帅整理府里的名册，所以我记得。有心了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哦，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就给你买了一只发簪，送给你，算是生日礼物吧。你没有必要对我这么好。锦鼎，这世界上只有你愿意听我说话，不嫌弃我的出身卑微。我是真心的，真心想对你好。人生在世，不能总想着过去，心放宽点，忘掉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和事。或许你会发现，有更适合你的人陪伴着你，照顾你。我知道你希望我开心，也希望我能幸福，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这个心情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改日再谢。既然没拒绝，那就还有希望。上次看月亮的时候，我原以为可以和丁山哥哥共携白首，谁知道
如浮云飘散，还是一场空。小时候，我和丁山哥哥无话不谈，形影不离。那时候薛家都认定我与他是一对，我自己也这样认为。人长大了，也就有了变化，你说对不对？对。有时候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。他也从来没对我讲过。他师从黄敖老祖学艺的那几年时间里，我就很担心，真的很担心。果然，左阳城重聚那一刻，他变了。变了好多，可谁又想得到会杀出个樊梨花来？所以你恨他？是。那时候我以为丁山哥哥讨厌他，躲着他，根本不会喜欢他，可最后我好恨，我恨得食不下咽，我恨得只要看到他们在一起我就血冷如冰。我陈金丁这一生没有害过人，没有做过任何坏事，为了夺回丁山，我竟然可以不择手段。丁山没有错，他没有变，变的是我。我变得阴险狡诈，心如蛇蝎，我变得再也配不上他。就连一起并肩看月，也都是我骗来的。我居然可以忍心毒害自己最心爱的人，我好狠，我好卑鄙，好无耻。金丁，这不能怪你，是薛丁山对不起你，是他的错。不，真的是我，是我。是我自己毁了这一切，包括我自己。我再也没有办法回头了，我回不去了，我再也回不去了，我没有办法回头了。今天你别哭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来。成何体统？哥哥，哥哥比我还不成体统呢！你看，你看，他刘信出走了。怎么个个都爱刘信出走啊？上瘾了是不是？家里只有我和爹爹两个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清楚吗？爹，本哥回来了，您一定不可以轻饶他。哎呀，儿大不由爹了。你大哥是去天狼寨找你大嫂，到时候。我儿媳自然会教训他的。要去天狼寨找嫂子了呀，我还怕他优柔寡断的，死要面子不肯找嫂子呢。啊，这样嫂子就不会跑了。哎，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啊？我去了可以帮他说说好话，这样嫂子也会听我的呀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哎，去吧去吧去吧，去去去。哎呀，惨了，偌大一个平辽王府，就剩下我一个光杆王爷，
独守攻防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我的好爹爹，我是开玩笑的嘛。我的好爹爹，你说女儿我这么孝顺，怎么会丢下爹爹一个人自己走了呢？其实爹故意逗你的。啊！哎呀，想不到我的闺女啊，那么的疼我。好了好了好了。